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平玉。今天要介绍这款游戏是有一把好有意思的光线枪，玩家可以透过这光线枪来移动物体，而且还可以有时光回溯的效果。那这把枪如果照在人类身上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该不会是把我变成小孩子吧？The Entropy Center 是英国独立游戏开发团队制作的第一人称视角解谜游戏。故事描述女主角在废弃的月球基地中醒来，为了解开自己孤身在此的谜团而开始了冒险。游戏中玩家可以使用特殊的手持三元素光线枪，把场景中的道具还原时空，或是吸住关键的电路板并放回配电箱当中，开启封闭的门，透过解决种种关卡才能了解在这个废弃基地中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件。游戏预计明年上市，目前已经在 Steam 上开启登录页面，别忘了加入愿望清单，一起回到月球基地上冒险吧。